就暑假，然后带小朋友，然后放暑假嘛，带他们来东部这边玩啊。我们在加鲁兰，耶！就是北宋的回信。这是我们家长所做的。特色就是以自然的种子、植物的种子为主题。我是阿光，然后我是敏丽。他染布，全部都是他染的。只要是有颜色都是。对。对，然后我是缝衣服。做衣服。我是服，就是设计衣服。带小孩出来玩啊，然后看很多不同的东西啊。那我的手工皂是用天然的植物油跟精油下去做的冷制皂。一粒工作室，我们就像手工拼布包啊，然后都是比较我们像台湾族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是 Henna Design，Henna 的意思其实就是印度手染绘。我们的皮革的那个，就把它原来的样貌啊、颜色啊，把它做出它的那个花型这样子。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连提篮都，连提拔都自己编。所以你看到这些妈妈们哈，完全是用手工去做的。然后这是奇蚁的一骨头。都是自己做的手工法式。然后我们这些你看到的皮件都是纯手工，然后纯牛皮的，不常上镜头吗？当然，但是主要是有一个小米工坊，然后有在营运餐厅。那我们今天摆设的是树豆跟小米还有红梨。那在我们开场表演之前呢，我们可否请我们的马会达马处长上台为我们致辞？那在台东马巴海往北方，我们那个方泽赖，反正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以在我们东海岸来发生。好，我们随时欢迎各位贵宾，欢迎你的莅临，我们竭诚的欢迎。除了阿美族的服饰是最常见的，那在台上还有台湾族，有布农族，待会会有公主勇士介绍，真的有丰年祭的感觉，我好想。感谢东莞处，八年下来这个加鲁兰的首创市集已经俨然成为台东夏天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吸睛、非常能够吸引到游客的一个很棒的活动。不回首，别再犹豫。